几个半个。王总 ，Hello。你们不来了。我们刚才走错了。错了。刚才我们俩没走。忙着点，昨天他身上有个毛，给我把这儿扔你们还有几个人？完事儿了。哎呦，怎么准备这么大个事呢？王小姐，没给你。哎，咱刚才从这过去的，哪？哎呦，天！出去。你不走平常路啊？我的呢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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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拿的是那个什么？我的是我的，我对应了。